黄毓民议员，主席，成件事你都好清楚噶啦，即系投诉人讲啲系嗰个案系啲咩情况，我谂你都好了解嘅。我哋亦都同样三个一齐喺申诉部又见过，即系呢位申诉嘅即系呢一件个案嗰个申诉人啊。咁我哋睇咗初步呢啲资料，佢提供嗰啲资料咧，基本上当然嗰个亦都系一个个案嚟嘅。但呢个个案系反映咗个政策噶嘛，都一样，系咪？即系你司法机构系神圣不可侵犯嘅，系嘛？佢唔可以犯错嘅，系嘛？佢唔会犯错嘅，系咪咁咧？我最近睇几本讲法治嘅书，都喺度质疑啲司法噶。老实讲，即系你普通法嘅地区或者国家啦，固然即系都好多问题啦，其他嗰啲大陆法嗰啲问题仲多啦，系咪？台湾啊，系咪？大陆都唔使讲啦，共产党开嘅法院系，系嘛？嗰啲就根本唔可以攞嚟讲添咧。最近台灣都喺度講佢司法制度嘅問題啊，係咪？但香港有一個行之有效嘅普通法嘅一種咁嘅法制同埋司法獨立，我哋更加要對呢個司法機構、司法制度嗰、那個即係嗰個執行公義。喂，如果佢出咗問題嘅時候，呢、這個真係好大件事，最後嘅防線嚟嘅呢個係成件事。喂，你會出現一啲所謂即係有可能嘅，如果你唔去查清楚或者冇一個救濟嘅方法嘅話。點樣去制止啲非法辦案？呢啲所謂體制上面嘅腐敗咧，唔講個個案啊，係咪？你夠膽話俾我聽，你班人坐喺度幾個大狀喺呢個司法體制裏面冇一啲體制上面嘅腐敗嘅咩？係嘛？非法辦案未出現過咩？仲有，如果有一啲係經過非法處理嘅嗰啲案件上訴，咁點啊？嚇？點搞啊？老實講。我睇制梗係有問題啦，大佬，即係等於而家我要上訴，我要攞個藤本三十幾萬，咁啲窮人點樣為個非法集結呢單官司上訴啊？請問，嗰啲都係體制上面嘅問題嚟噶嘛？呢、這個係，大佬，我落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先攞捧沙皮去法院申請一個逐字嘅藤本，我先有得上訴，係咪？嗰、那個逐字藤本就包括小弟自己喺嗰個法庭上面嘅陳詞嘅，係咪？冇錢我咪準備坐監咯。讲咪跟住仲要应付你哋呢班友啲狗贼喺度提嗰啲咩解除职务系咪？仲有就系、是、你点样追究？即系话呢啲纪律责任或者相关呢啲司法机构，如果出咗问题嘅时候点系咪？我哋冇一个救济嘅机构嘅，正如梁国雄所讲，有咩？阿郭大壮、阿汤大壮话俾我听喺边度咧？系咪一级级嘅法院？系咪？對司法機構如果出現一啲腐敗或者非法辦案嘅時候，那個救濟嘅體制喺邊度咧？請問，咪有人上街致力救濟啊？跟住又拉你非法集結，你跟住俾佢審翻。好，我哋可能應該有機會再傾嘅，係值得喺度討論嘅，係咪？除非你認為呢一份文件裏邊提供啲資料全部係錯嘅，係嘛？得，我哋會聽埋其他委員，我哋做一個處理下。